好球，这球准备的就中间知道你要扑这儿，提前准备。是，你看他现在的这个进攻节奏就是已经比较乱了，就是很单一了，我就是强攻，不像之前说我有去吊他，我有去劈你，是吧？他现在就一个速度的去强攻，那防守正好又是韩国队的特长，我给你，我一直给你，完了我机会好了，我这个重心已经上来了，我就打你的反击，打你的两个底线，造成你自己的这种直接就被动失误了。看韩国队他这个轮转，就是攻完我就攻你中路，然后你分另外一边的时候，我李龙达已经测出来了，往这边撤。对对对，他没有说我轻易的去攻你边线或者是什么，他这个他还没攻之前，李龙达已经在往右后方撤，往正手这边撤。对，俩人都有这种配合。对。韩国队在最后这一阶段打得相当的出色，其实这一段他们这个进攻的机会比较多，控制比较好，而且他们进攻的这个线路就是很有目的性的，是让两个人去配合，就是我不会轻易的去攻直线，那我就攻你的中路，要么我吊球，我控制球可以，对吧？我攻完了准备就开始分边了。最后韩国队的郑在成、李龙大是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2-1，韩国队也在大比分上是取得2-1领先。